快点啊。好、哦、行行行，那小小那我我先挂了，我先挂了，然后我把那个打电话给那个师傅，叫他师傅不要来了。嗯，行。好好好。家人们，我们等他过来啊。要不先，杰哥，啊，把那些菜就是或者煮碗面给阿姨吃嘛，你在这儿好不好？阿姨也没吃饭，啥的。我问一下他喜欢吃什么。嗯。家人们，我们今天必须收拾他。今天我们必须收拾他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要说收拾，要说奖励，要奖励他。要不然的话，他提早不来了。杰哥，啊，以后他过来的话，你别给他开门了。以后不给他开了。嗯。哪年给的？嗯，钱没少啊，没少啊。嗯，那年不一定。啊？啊？那你看不？家人们点点赞啊！我看现在多少赞啊！我们等一下他。给阿姨煮碗面吃什么的？你什么煮？啊，这叫。啊。你这样多。还有没有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家人们？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本来是让他还钱的，但是呢，他就还了8000块钱，然后还差2000块钱，他没有了，他拿不出来了。我就想着让他每天来帮杰哥干干活。至少说，减少一点杰哥的负担，因为我看杰哥每次背柴背太多了，他自己背的话，来回背，要背好几趟。结果昨天让他砍柴，他坐在那儿，躺在那儿。到最后他也可能就砍了一根吧，一两根。然后今天好像是出去找柴了，还是怎么，还是把那柴拿回来，还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家人们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去干啥了，就拿了一根柴回来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还他会好好干活吗？他会好好干活吗，家人们？不让他来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能让他再来了？是。他来的话会让杰哥家跟他偷习惯了。好，等会儿我们就给他说清楚啊，可以不，家人们？我们等会儿就给他说清楚。不干活就让他还钱，对不对？他来帮忙也是帮倒忙。还一天到晚的到杰哥家蹭饭，好，家人们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！我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他这个活，让他干一点点活是不可能的。让他干一点点活是不可能的，
杰哥，阿姨要吃点啥？她说她刚才来的时候也吃了一点。哦，吃个苹果。这个苹果最好吃呢。嗯，没事啊，那改天阿姨我你在家的话，我来给你做饭吃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开始烧面。开始烧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一起等他啊，家人们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，肯定进来人了，要不然。你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取不来了。是取不吗？你打电话叫他回来是吧？嗯。小来对啊，对啊，小小那个，你看嘛，咱们两个这样子就对了嘛。咱们两个要去下面也是那个，就你一个人下去，我也一个人下去，哎不，白白浪费钱嘛。那个钱还不如拿咱们两个，喝点奶，买瓶啊奶茶就好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嘛？咱们两个就这样子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说到底那个做。说到底咱们两个一起去那个车里面哦，咱们两个一起说到底那你一起去一起下去，我也不会在车里多对你多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想太多了，曲布。是啊，你不要你来曲布，你站这儿来害怕我吗？对不对？你对不对？那走吧，小小，咱们两个。你今天吃饱了没？你今天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挺好吃的，那个很好吃，那个你做的饭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真的我感觉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上你了，小小，真的感觉因为你，而且你恶心谁呢你？你那个你这我叫你过来是有事情要跟你说。我叫你过来是有事情要问你。有事情问我，是要问为什么事啊？我都没发现。你今天倒是吃饱了啊？好吃，原来啊。你今天倒是吃饱了啊？我吃饱了。我问你啊，那橱窗里面的菜呢？什么橱窗？排骨呢？橱窗里面什么菜？我什么橱窗？里面什么菜？柜子里面的。我专门给阿姨留的。我不知道啊。你给是不是你吃了？没有啊，我怎么给你吃嘛？那个我，我吃的时候我只吃那个桌面上那些，你们都是没怎么吃，安吉都没怎么吃，然后就。我吃了，那应该是被狗吃了吧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家人们是不是被狗吃了呀？没有在了吗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是没在了，应该是被狗吃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狗吃了。安姐，你怎么吃了呢？不是安姐，你吃了吧？我怎么吃啊？你真的？你以为是你啊？啊？你知道那条狗是谁不？那应该是。那条狗应该有个名字。那应该是，你说你阿姨准备的，那应该是阿姨她自己的，那就吃了吧。应该是她自己的。那阿姨刚回来。啊。你还真会胡说八道。那我也阿姨说没吃吗？哼。你问阿姨啊。你知道那条狗叫什么名字不？我就是偷吃排骨的那条狗。什么偷吃排骨那个狗？家人们，是不是狗吃了？觉得是狗吃了的扣个一，觉得是狗吃了的扣个一。什么什么狗？狗？我怎么感觉他包里面还有屁股啊？你看鼓鼓的。啊？来，我看一下，你包里什么？没有了呀，我包里有什么吗？我包里没有了呀。那为啥苹果也只剩一个了？啥也没了。苹果。然后我给阿姨留的菜也没了。你真的是有那么饿吗，曲布啊？那我专门给人家阿姨留的，你吃谁没让你吃还是怎么的？不是我没吃啊，小小。你饿死鬼投胎啊你？不是你没吃过饭啊你？我真没吃啊，小小，我真没吃啊，我真没吃。我那个就那个桌面上那个吃了嘛，我真没吃啊，小小，我没有吃。真的，你怎么那个怎么就
说是我吃了，我真没吃的，真没吃，真没吃啊。还有，我问你啊，你说吧。你昨天让你去砍柴，你说你砍了几根啊？我昨天吗？砍了很多啊。你砍了很多，我都砍一天了。一根叫很多啊？你在那睡了一天了？我那个砍一天，我早上我都是那个起不来，我都是要坚持的去干。还有今天，杰哥让你去干什么的？杰哥让的，我说啊。杰哥让你去干什么的？今天吗？对啊。今天吗？对啊。干活呀，我这些干活了。杰哥，你今天杰哥啊，你今天就是让他干啥呀？我今天我们两个本来去检查的，嗯，检查剪木头，后面他就一直在那边插根，又在这边跑过来跑过去在那边转，然后我说你自己不用拿。看他包吗，家人们？不是看吗？看他包你吗？啊。我包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不看到家里面家人们看不看到包里面有什么？不是我包有什么好看的吗？什么什么看包什么的？看对不对？看什么看嘛？看什么看？什么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哎、就看来，我看你包里有什么？有什么吗？你一直进来就把你那个手揣在兜兜里。没有什么呀，我那个包里面有什么吗？我那个包里面，我看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呀，没有啊。那傻小，那我们走了吧。我先看看了我就走，啊？看了我就走，啊？没有什么呀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这边。没有什么呀。这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？你看，没有什么呀。这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怎么带着石头吗？你看鼓鼓的。没什么石头啊。哎呦！吃剩下的皮果。不是那个，这不是那个啊！你给我啊，就是杰哥给我吃那个嘛。我给你吃那个，早就被你吃完了，好不好？那还可以吃的。也不是。啊，我不吃了。啊，那个安杰，那个这里面削了可以炸，可以吃这里还可以。来，你继续吃，你吃你喜欢吃，你吃吗？这里削了之后还可以吃的，安杰。这里面，里面把便便消了就可以吃的。这里面安姐，你吃吧。我不吃了，安姐，你吃吧。不吃了。小小，你吃吧。不是你不吃的话，不要浪费嘛。我哦。那你捡起来吃。啊，你把我的都丢了，我怎么吃嘛？你捡起来吃呀。啊。你捡起来吃啊。我不吃了，我不想吃了。去不？走了，小小啊。你。怎么了？以后再也不要来杰哥家里面了，听到没有？不是那个，那你也不来了吗？那个菜是我专门给阿姨做的，谁允许你吃了？我没有吃啊，我没有吃。你没有吃，这是什么嘛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前面。怎么你真是狗啊？你的骨头你还带在包包，你回去啃啊？那个前面的前面吃的那些嘛，我这个是前面吃的，你把骨头拿回去啃啊？你是不是在这里吃了？吃了，然后害怕把骨头留在这里，然后自己想打包回去，在外面扔了，然后忘记扔了，带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。还有你这个屁股，你看，肯定刚才在路上一直吃着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害怕被我发现自己穿包里面，你看还打嗝的啊。哇，屁股你真的。不是，我没有吃啊，小小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谁相信你啊？那我都那么相信你了，你。